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，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，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。修入出行念行禅的方法。行禅有以下几种利益：一、行禅能促进血气循环，帮助消化；二、行禅使身体有力气，身体比较健康；三、由于体力较好，因此可禅坐比较久的时间；四、由于能长时间禅修，有助于禅修者提升定力。在此，我们想要以常不住在解释《沙门果经》的正念正知中的行处正知时所提到的往返任务，再结合圣瓦大长老教导行禅的方法，讲解修入出行念行禅的方法。一、禅修者站在左道的一端，在开始跨步行走前，把心轻轻地专注在呼吸上。二、站在左道的一端，专注呼吸。当专注三五次呼吸时，若心没有散乱并离开呼吸的所缘，就可迈开右脚开始走，平静且慢慢的走，一边走一边专注鼻孔周围的呼吸，而不是专注脚步等其他所缘。三、在行走之时，一旦发现心散乱且离开呼吸的所缘，就暂停脚步，站在原地专注鼻孔周围的呼吸。在专注呼吸时，若心能专注在呼吸上三五次，且没有胡思乱想，就可再迈开脚步往前走。四、每当一发现心散乱并已离开呼吸的所缘之时，就暂停脚步，站在原地专注鼻孔周围的呼吸。五、在走到的尽头时，先站在原地专注呼吸，当专注呼吸三五次时，就可慢慢的往右转，一边转一边专注呼吸。在转身过来时，仍然先站在原地专注呼吸，当专注呼吸三五次时，若心没有散乱，才再迈开脚步往前走。六、如此一再的来回慢慢的行走，每当一发现心散乱并已离开呼吸的所缘时，就暂停脚步，站在原地专注鼻孔周围的呼吸。以行禅修入出行念的时间可以是十分钟、十五分钟、二十分钟、三十分钟、四十五分钟或一小时。对于初学者而言，许多禅修者一坐下来，几乎有一段时间都是在散乱中挣扎，与妄想打交道，要用一段时间才能使心慢慢的平静下来。对于年纪较长的禅修者而言，由于身体虚弱，比较容易昏沉打瞌睡，若能在禅坐之前依照上述的方法行禅二三十分钟，使血气循环较好，如此便能改善心散乱、身体疼痛和昏沉打瞌睡的问题。由于行禅时呼吸比较粗，比较容易觉察到呼吸，
若能在行禅时因专注呼吸而使心逐渐地平静下来，如此坐下来禅坐时会感觉比较舒适，心比较平静，而且也比较能持久，因此定力会比较容易提升。所以若有行禅的话，会比较容易打坐，修入出习念时心比较容易平静下来，比较容易得定。萨度萨度萨度。